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观看此次演出。在天津理工大学拥有一支享誉国内外的高水平武术队，近几年我们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的武术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共夺得金牌145枚。是的，本次演出就是武术队代表天津理工大学出访波兰、德国等国家做的准备。今天我们就让大家先睹为快，下面请欣赏集体基本功《中华武魂》，表演者卢俊昌、席志强、刘璐等。大学阳光体育的这个武术表演正式开始。首先呢，今天上场的第一个节目是名字为《中华武魂》，这是一个多人表演的节目。
好，那么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第一个节目《中华武魂》，非常的有气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欣赏第二个节目，名字是《刚柔并济功夫扇》。太极扇是一种风格独特的武术健身项目，它融合了太极拳与其他武术动作。在太极与扇的挥舞动作结合之下，刚柔并济，可攻可守，充满了飘逸潇洒的美感与武术的阳刚威仪。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太极扇，表演者田野、王威龙等，请欣赏。Thank you.
刚才呢表演的是第二个节目《刚柔并济功夫扇》，接下来将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三个节目《精武英雄传统拳》。那么这个节目呢也是融合了地躺拳、通臂拳、长拳等等和门派的拳法，我们继续来欣赏。每一种拳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例如地躺拳就要求所有的摔跌动作都要连贯，通背拳和翻子拳则要求打击动作要迅速，长拳则体现的是一种高难美，而南拳就要配合强有力的发声等等。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李锦、郭凡等运动员给大家带来的一组精彩的传统拳术表演，请欣赏《精武英雄》，演唱者孙振峰。好，那么刚才呢伴随着一首歌曲，第三个节目的名字是精武英雄传统拳。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上场的是第四个节目华山论剑。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曾在2009年荣获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中冠军的集体剑术表演，请大家感受剑法中的精华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华山论剑，表演者何西宁、何西静等，请欣赏。热烈的欢迎。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上场讲述的是一只淘气的猴子和一个醉汉之间的故事。全面，一个醉汉手持酒壶蹒跚而行，这时他手中的酒壶却被一只顽皮的猴子给盯上了。就这样，故事开始了。
醉汉星侯，将武术和表演结合的非常的不错。那好，欣赏完了这个武术加小品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六个节目《十面埋伏盾牌刀》。在一个气象宁静而又紧张的晚，十面伏兵，英雄各路短兵相接，刀盾相击，气息急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面请欣赏《十面埋伏盾牌刀》。接下来是第七个节目《刀枪剑戟单器械》。那么这个节目呢，也是融合了醉剑、九节鞭、棍术等等。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流传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其中包括醉剑、九节鞭、三节棍、棍术、长睡剑以及刀法等。据说武术大师能熟练地使用这十八种武器。各位来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单器械表演，曾经荣获全国武术冠军，表演者邱颖倩、角瑞龙等，请欣赏。
好，欣赏完了刀枪剑戟单骑械之后呢，我们继续要欣赏的还是一个小品深藏不露。那么这个小品也是结合了武术，其中有男子对练空手枪，女子空手夺枪等等，我们一同来欣赏。在为这台节目而感到兴奋不已吧，但是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将会使气氛更加的高涨，请欣赏一组包含武术对练空手夺枪的小品，表演者李龙、于圆圆等，请欣赏。Thank you.
们欣赏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武术结合小品，名字叫《深藏不露》。那么通过武术，通过小品呢，也向我们表露，也向我们呢来宣扬这个环保。好，接下来继续欣赏下一个武兽之戏《象形拳》。你听说过象形拳吗？象形拳，听它的字面意思，像是模拟多种动物形态和特点的拳法呢。是的，象形拳是结合武术动作来模仿动物捕食和自我防卫的一种特殊的拳法。它主要是通过眼、手、步法和身体的快速移动来模仿动物的。你就不要再吊大家的胃口了，赶快告诉我们接下来要表演什么精彩的节目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让大家一饱眼福，下面请欣赏虎拳、螳螂拳、鹰爪拳、地犬术和蛇拳这五种象形拳法，表演者刘震、角瑞龙等，请欣赏。虎拳、螳螂拳、鹰爪拳、地犬术、蛇拳。
刚刚呢，我们欣赏了虎拳、螳螂拳、鹰爪拳、地拳术，还有蛇拳，这也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节目《武兽之戏象形拳》。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一套拳法拳术，这个节目的名字叫《阳刚之气集体拳》。中国功夫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武术运动员，就要练就一身过硬的功夫。下面就有请顾飞虎等5名运动员，在短短3分钟的时间内，为您带来震撼眼球的集体拳表演，请欣赏《阳刚之气功夫拳》。接下来您将欣赏的是双钩、双锤、双头枪、峨眉刺等双器械的表演，表演者高秉美、何西宁、何西静等，请欣赏。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观众的畏惧不止一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江湖中装名号从来不用刀，千斤的重担我已肩挑，不喊冤也不求饶，对轻易我肯弯腰，军中先好汉一条，光光人心存厚道，莫说痴人痴心难搞，莫把罪罪过海阔天高，且光且且罪在今朝。我念念又叨叨，好比浪涛，有万种的委屈只一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干了，站稳脚步你放轻松，救火是人群你别逗留，放大老虎鸡翅冲，鸡翅冲翻变成龙，
看我脸红脖子也粗，新的年代我是英雄。我念念有道道傲比浪涛，坚定的重担我已肩挑，不喊冤也不求饶，对情义我很弯腰，最终先好汉一条。狂狂人心存斗胆，日子心难饶，我怕罪罪过太过天高，借光借借罪再警告。我天天有道道傲比浪涛，万众的委屈不止一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狂狂人心存斗胆，我说痴言痴心难饶，我把罪罪过概括天高，借光借借罪再警告。我念念有道道傲比浪涛，有万众的委屈不止一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九里乾坤我最知道。双手剑比单练剑更长更重，在演练中主要以搏击攻守为主。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被我们分成了男女两派，大家可以猜猜看究竟哪一方会赢呢？答案马上揭晓。Oh,
起李小龙，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他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武术家和好莱坞的影视巨星。李小龙最擅长的一种武器，那就是双截棍。在80年代，双截棍曾经风靡整个东南亚地区，现在已经被很多西方人所学习。下面有请我们武术队最帅气的小伙子们，给大家带来一组精彩的集体双截棍表演。我们都是李小龙，请欣赏。枪术是武术常器械之一，俗话说得好，枪扎一条线，棍扫一大片。枪的技法有拦、拿、扎、五花等。下面请欣赏集体枪表演，表演者周龙、郭凡、刘俊武、卢俊昌等，谢谢。
把危险的兵器，表演者单手持刀，另一手随刀法变换做各种缠果动作。武术家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就是刀如猛虎之说。是的，其实刀的种类呢也有很多种，其中男刀既可以单手握把，又可以双手执柄，以便于更好地发挥他腰背的整体力量。下面在刀术的表演中，我们会穿插男刀的项目，两种风格的刀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呢？请欣赏刀光会。自古以来，英雄救美一直是以浪漫为主题的。这是一个发生在公车站的故事。一位妙龄少女正焦急地等待着车的到来，突然，她惊呼皮包被抢。于是，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请欣赏小品《见义勇为》，表演者郭凡、张瑞等，请欣赏。
想在座的很多观众一定都非常热爱太极拳。是的，经常练习太极拳对中枢循环系统、血液循环系统还有呼吸系统都有非常良好的功效，同时也有健身和治疗疾病的作用，所以它也就越来越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是的，今天您将有幸欣赏到的是由2009年荣获全国大学生太极拳术冠军的李亚田野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太极拳和太极剑术的表演，请欣赏《行云流水》。
九节鞭是武术软器械之一，以圆周运动为主要形式，速度极快，可胜敌于出其不意之间。下面请欣赏由男孩子为大家带来的集体九节鞭，是否精彩您说了算。观众朋友们，首先您将欣赏到的是响鞭的表演，表演者王威龙。到此，我们的晚会已进入尾声，感谢诸位嘉宾，使我们今晚更加蓬荜生辉。再一次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的光临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好了，那么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由天津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天津理工大学2010大学生阳光体育活动月的启动仪式就到这里了。